视频是骗人的吧。弄这个泡泡机，大泡泡里面还能套着小泡泡，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种泡泡机，买来一个看看。点的电动恐龙泡泡枪，资质还是挺全的。恐龙泡泡枪主体、泡泡液、泡泡环和泡泡液的托盘，拿在手里的质感还是蛮好的。前面风扇的扇叶是软泡沫的，不会伤到人。放下电池试一下，咱说不说这个造型还是很可爱、很卡哇伊。这个套子可以直接套上，动力还是蛮强的。它这个原理其实它里面是蘸这个圈圈泡泡水，外面是蘸这个外面的泡泡水，蘸一下啊。哇，确实好大一个。哇，好漂亮。这个确实像视频中一样，外面大泡泡里面小泡泡，很好看，而且大泡泡超级大。